时间过得也是蛮快的，这一台 DJI Mavic Pro 我已经拥有它5年了。那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回去我5年前的 YouTube 影片，可以看到我第一次发。哇塞，5年时间也是过得蛮快，我已经拥有这台 DJI Mavic Pro 5年了。那你也可以去我 YouTube 5年前的影片，看我第一次飞 Mavic Pro 到底是在飞什么鬼东西。那对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要把这台 Mavic Pro 卖掉啦。那因为我现在已经比较少飞空拍机了，因为我都去飞穿越机。那这个已经陪我环游世界，然后上山下海，到处乱飞，已经飞了5年了。反正我们就延续它的生命，就给它卖给需要的人，让它继续好好飞这台空拍机。那我们今天呢？那我们今天的重点，那我们。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，就是我拍。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，就是我们买了这一台 DJI Mavic Pro 之后的所有影片呢，我都有保留下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把这所有的影片片段，把它剪成一个有点像空拍精华的概念啊。反正就大家好好欣赏吧。